哎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妈，哎，这明天凌晨2点欧冠联赛，巴萨对皇马，你看，巴萨、皇马，欧洲有这俩国家吗？那怎么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还能不能行？那巴萨跟皇马，那明显是俩球队嘛，还俩国家。你看看，大兵最了解。来，大兵，你给他说说，这都是哪个国家的？听我说啊，巴萨是吧？皇马很明显嘛，一个是巴西的，一个是马来西亚的嘛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你们聊什么呢？聊得这么的冷静。我给他们普及点足球知识。真的，我觉得懂足球的男人最有魅力了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和我未来的老公一起熬夜看世界杯，好浪漫呢。两连球赛是几点呢？那个明天凌晨2点。但是我估计这个2点开不上，因为这个2点之后呢，还有什么赞助商讲话、领导讲话什么，估计开球得2点半。你这么的吧，那柳护士，麻烦你帮我冲5杯咖啡，6杯浓茶，我今天晚上要熬夜看球。好嘞。哎，建宏啊，晚上那个巴萨对皇马那个谁解说？啊，抓阄呢是不？行，你就抓完阄，你告我一声啊。哎，我婚庆阿征，婚庆啊，想起来了哈。哎，好，哎，建宏，这主持圈的朋友，老一起看球，老一起看球。梅西，收到了吗？没事，我给你发个微信啊。听说你今天晚上有球是不是？啊，好好踢，踢完了给我打电话。梅西，巴萨的教练，你们好厉害啊，都是铁杆球迷哎。小时候我抓周，左手麦克风，右手就是足球嘛。那个，我不算啥球迷，反正我爸妈喜欢看球，我就是在球场上出生的。哎，跟你们一比，我都完了。当初我爸和我妈是在球场上怀的我。